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。不要放弃，你行的。突然间发现自己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认真的。很简单。其实我们三个人的关系，总要有个结局。停下来。让我闯了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爱这个人好辛苦。我喜欢你已经很久，不只是几个小时的事。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